一门之隔，就是两个天地。山下的世界，你没见过。就让我跟你好好唱一遍的戏，不行吗？谁要是毁了他这份孤单，谁就毁了梅兰芳。这就是命运。我以为有了你，百姓就可以不用再流血。你毁了我当一个皇帝的机会。咱们本来就是看着千千万万人眼色吃饭。人要是永远长不大，多好。我被强迫抱着这么一个吉祥物跟大家打一招呼，这个。我是陈凯歌，大家好啊！听说 B 站的朋友们多数年轻啊，太好了啊！95后、00后，跟我儿子是一个岁数，向你们大家问好。这人挺传奇的，是一唐控，唐控就是对唐代的历史啊。特别了解，他是个写历史小说的日本作家，跟我谈起他的经历，说他30岁的时候背包客走进长安古城啊，然后就哭了。可是呢，说实在的，他跟我岁数差不太多，他那个时候走进长安古城的时候已经面目全非了，可是他还是哭了。这地理上的这个对他有影响啊，因为日本人就是特别是念书识字的人啊，都认为唐朝是他们的文化母亲啊，他是这么一个情况。所以他花了17年的时间写了沙门空海啊。这个空海这个人物历史上实有其人，他对日本文化有两个重大贡献。第一个贡献是他把唐密，就是我们佛教中的密宗，密宗啊，带回了日本。第二贡献是，天天这日本抹茶呀抹茶，那全是空海带回去的，就是茶是空海带回，从唐朝那个时候的中国带回日本。所以可见这个，花17年时间写了《沙门空海》这部小说，啊，深深的倾注了他对于大唐的爱慕之情啊。说到底还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开始啊，就是这个一个大唐控。对，因为唐这个时代啊，我自己认为是最了不起的一个时代。他了不起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他对文化的那种极度的尊重啊，有机会去弘扬。我们看一部《全唐诗》，10000多诗人，包括皇帝在内啊，各个争先恐后啊，特别是能够出了像啊，我自己个人的喜好啊，像什么啊，这三李啊，对吧？李白、李贺、李商隐。我自己就感觉到说，上来第一句说弃我去者啊，昨日之日不可留啊，乱我心者，今日之日多烦忧，非常孩子气。说这个一个时代啊，他允许文人墨客，允许诗人孩子气，不容易。我自己就觉得就是一个那个，要需要喊芝麻开门的一个朝代。然后呢，大门开处啊，第一个动作您得闭眼啊，就是因为它太光华四射了。这个呢其实才是真正的我想那个拍《妖猫传》的动力啊，跟大家分享一个伟大时代啊，是这样一个想法。这种东西都是天生的吧，就是他有点文人气
啊，你会比较相信，他是一个文人，一个诗人啊。这个，而且白居易呢名声那么大，我们在选择这个演员的时候得小心一点。这个小心一点的意思就是说，你找一个可能名头很大，比黄轩更大的这么一个人物，一个演员来演的话，是不会处处让人感觉到他就是这个演员本人呢？这样的话就有问题啊。但是呢，我对他们的要求确实比较严格啊。这个严格就是，比如说我跟黄轩说，你得把这唐诗三百首你得通念一遍啊，你得有些感受啊。我觉得潜移默化之间呢，这些文气啊就会流露在你自己的脸上了啊，所以对他也有挺高的要求啊，是这样。我们今天啊，是从这个现代的角度看过去啊，就是基本上我们是相信非我族类，其行必异的啊。但是在唐代的时候可能不是这样的，唐代就是五胡乱华之后啊，整个在可以说在血统上有一个大的一个蜕变的过程啊。就包括帝王家啊，好多都是有所谓胡人血统的啊，这是一个当时是个非常正常的现象啊。另外一点呢，我也需要找一个就是有一定演技的演员来担纲啊。其原因在于，就是像唐玄宗这样的皇帝啊，他不可能只重这个相貌的啊，说一个女人能够征服皇帝的心，她必有其他的过人之处啊。而且我自己觉得，正因为她的特殊性啊，才成就了她一代名女人的这样的地位啊。我是这么去看这件事情，而不是仅仅说她就是依靠她的美貌啊。其实我不太熟啊，我也记不住这名儿，但是冉谷第一次是排位第三的，前头还有两个，前面有两个也挺有名的，但是咱别说人名字，一说人名字回头人说，人家没演，然后就不好看了。冉谷让我觉得特别，对，啊。是因为他把头剃了，然后我整个看见的是一个衣袖啊，就是哎，我说这衣袖大伙儿就熟了，因为他第一次见我的时候是长发，挺长的那个遮着眼睛的头发，哎呦，我说这个好像不特别靠谱，然后第二次他就推光了头发，没有头发。啊，非常法相庄严的那个，这个烦恼青丝全部剃掉啊，这个挺非常的庄重的样子走进来。哎，我说这一休行，就是他啊。阿布的眼睛挺有魅力的。那个确实是在现场拍戏的时候啊，这些群众演员的小姑娘都是那个啊，就是挺万众瞩目的，那个眼睛都转向他，然后他也好像浑然不觉的样子啊，非常萌。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，就是说他是关注的中心，这个中心自己不知道。或者没意识到，或者他已经习惯了被这样注视，所以我觉得那个状态特别好玩，而且他的演出热情很高，其实说实在的，这个角色呢，跟杨玉环一样，也是不好演的，因为也不是那么实，在他的身上没有构置起那么多的戏剧冲突，但是我觉得他放那一站，真的很有型。
哎呦，我跟他语言不通，我这个，要是他跟我能听懂我的话就好了。但是我自己觉得，其实人也是动物，啊，你可能这个养猫的人可能都是主要的沟通方式就是爱抚吧，对吧？你要天天拿一棍儿老想打他，你说这猫哪想跟你？你还是得去叫 master 着他啊，这跟人一样的是吧？你 master 多了，这人就对你好了，这个。他们非要唱，他们特想唱啊，因为他们看了那个剪完的片子之后，还没有完全完成，他们那个就特喜欢，就特愿意唱，特愿意表达啊。不是那个你的名字就是他们写的吗？啊，我觉得他们有一股子劲儿，这个劲儿就是挺自由的。他并没有说，哎，你这个主题里头有一些深刻的东西，比如说，啊，于是呢，我也用深刻去呼应，他没有，他就挺松快的那种，这我挺喜欢，挺好。那个时候可能就是经验比较少。胆子比较大，比较魂不吝，就是我要想这么拍我就怎么拍了，对于电影整体上来讲，有这样的人是好的，啊，这个如果说处处都是捆手捆脚、束手束脚，啊，其实很难创造出有意思的东西。我觉得其实。电影这个事情从本质上来讲，它应该是属于年轻人的，就是因为这个，就是年轻人的那个约束啊就比较少，是这样一个情景啊。那现在呢，经验比过去自然多了点，但是我还是觉得不能放弃的是啊，你最初那有一句话叫什么来着，不忘初心，有这么一句话吗？对，所以就是没有想啊，想到就是说，哎，我好像拍了几部电影呢，有了一些经验了啊，这个因此呢就会有一个大幅度的转向。在我自己的电影中间永远有这样一个重要的主题，就是我要寻找一个我仰慕的人物。其实我自己就觉得，在我们刚刚开始拍片子的时候，就是拥有话语权的人不多，啊，这基本都是专家呀、学者、电影的从业人员等等。那今天就不同了，啊，我看一个电影，我甚至没看一个电影，我都可以发表评论，啊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互联网所造成的这样一个自由的气氛吧，啊。那我觉得呢，对于这个言论中间对一个电影的褒与赞之间啊，我觉得有对的啊，也可能存在着一些良莠不齐的情况，都很正常啊。这个呢，我自己就主要的想法是，我也不争论，但是我会从啊有意义的这样一些想法中间去吸取。电影其实在中国还年轻，啊，路还挺长的啊，因此呢，我觉得我是期待看到一个景象，啊，就是，我认为电影应该有艺术价值，啊，而不应该仅仅是一个愉悦观众的娱乐产品，啊，而且我也相信啊，在 B 站这样的地方，啊，是会汇集起一种力量。就是年轻人开始有自己的自身的选择，有自身的趣味啊，有自身的 taste。我喜欢这一类的电影啊，这样的电影呢，对我来说起了一些
潜移默化的那样的作用啊，甚至于改变了我对我自身啊，我对我周边的人对生活的看法啊。我觉得这样的电影呢可能才是啊有力量的啊。可能大家的口味，我是希望尽可能的不趋同啊，要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喜爱才好啊。只有在这样的年轻观众产生的前提下啊，我们中国的电影啊才能真正做到比较多元。预言实现了，作祟者是何药物？是一只猫。不错，只有猫猫才会这么又细又软。吴玉楼的猫和宫里的猫有什么关联吗？来人呐！开门！他不是昏迷，他中蛊了。那只猫说了一句，欠债总是要还的。